大家好，我是卢海彤，多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。虽然呢我一直在台湾就跑了很多校园的 show， 但是呢我将我最珍贵的东西呢都是留在香港那里开始的，就是7月22、23、24在寿城剧院，我将会开五场的音乐会。今次就是我第一次有 full band 的形式和 full band 的带领之下呢做的音乐会来的。明天就在城市电脑售票网公开发售门票，希望你们会支持我啦。